牧者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。可咱借着这30天的禁食祈祷，逐日为烧香一位，各位信主的亲友来提名祈祷，求主使用你，也求圣灵感动对方，可因会通认白接受耶稣为因个人的救主。荣耀归给主，阿们。七月初四，救主耶稣唯一的道路。约翰福音14:6，耶稣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无照着我，无人会通到父遐去。”有一位老太太要搭车到阿摩桥中心去，伊毋知影搭什么号码的巴士车。伊就问伫车站的几位咧等候巴士车的搭客，有一个对伊讲是搭24号，因为伊真久以前有搭过，伊的印象亲像是。另外一个讲搭53号，因为伊是听人讲的，伊家己毋捌搭过这只车。后来这位老太太伊未放心，佫问过一个搭客。这个大客对伊讲：“我确定对你讲是搭25号的巴士车，因为我就是伫咧阿摩桥中心做工的人。今日无人甲人讲怎样往天堂的路上去，只有按天顶来的主耶稣会通指示咱到天堂的路去。因为耶稣是道路，那人唔知影这条路安怎去。”伊就永远无办法到迄目的地。人若无愿意接受耶稣，伊也永远无办法到上帝国来去。耶稣是唯一的真理，伊所做的、所讲的、所行的，拢是真理。人若无明白真理，就无办法认白耶稣。那人若行伫耶稣的道路上，相信耶稣就是唯一的真理，伊就要赐予人永生的活命。使徒行传4:12讲：除伊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伫天下人间，无有赐予别的名，人会使靠着伊得救的。今仔日有真侪人讲，相信什么神计同款的。只要行好，就会使去天堂了。你认为呢？就亲像所有的医生拢是烧香的，拢是咧拯救人的性命。但是咱知影，有的医生是医动物的医生，有的医生是医人的。但是医生也有分专科，若是咱找唔到医生，安尼咱的性命就危险。国讲，若是咱外靠行好事去天堂，安尼天堂拢是牛啦。因为圣经讲，人拢是罪人，世间人拢犯了罪，唯有牛是上帝良心的。每一日早出晚入的工作，饲了肉阁予人食，皮阁予人做皮包，牛是上有资格去天堂的啦。行好事是人的本分，人讲人之初性本善，只因着人的犯罪行不出好代志，所以人无办法靠行好事来得救。安尼人就要信耶稣，才有办法得到拯救。约翰福音3:16讲：上帝疼世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赐予伊人，叫一切信伊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到永生。这时刻，请恁为心中所要带领归主的人来提名，为因祈祷。
两三甲来祈祷。主啊，赦免世人的无知，主以为家己真好，求主拍开阮的心门，会通明白福音的奥秘。啊，求你赐予阮有一个信心甲胆量，勇敢地为福音做见证，传扬耶稣的福音。奉耶稣的名来祈祷，阿门。